主料：白果5颗，大米200克，玉米50克。辅料：竹荪50克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竹荪用水泡十几分钟，水滚后放入大米和玉米。白果洗净，竹荪撕成条，煮有一定粘稠度后，放入竹荪和白果继续煲15分钟。煲白果的时候，把盖子留一个缝，让白果的毒性挥发。放盐起锅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